来宾、各位乡亲，非常的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107年度后丰社区大学的春季班成果展。好，刚刚我们很感谢我们上个是丰班的软场，相信你们一定听得很过瘾哈。那上个时光呢，是我们后里名扬海内外的一种乐器，真的是非常棒。我们感谢第一个暖场的刘月忠老师，是开心萨克斯风，萨克斯风班，他是在每周一的东东7点到9点。那刚刚我们下台是王师伯老师指导的快乐学萨克斯风，他的课程是每周五晚上在东东的7点到9点哈。那今天呢，我们先感谢我们谢传宏老师带领他的社大摄影班来为我们今天做下精彩的记录。我们先掌声感谢我们社大谢传宏老师带领的他们社大摄影班，请掌声鼓励。好，我们后丰社区大学呢，是秉持的在地学习、社区关怀及公民参与的三大理念来开办在地居民所需要的课程，所以呢，让各年龄的都可以学到你需要的。但如果呢，你有需要，但是我们后丰社区大学没有开设的，你也可以来建议说我们在地需要什么课程，让我们后丰社区大学，我们就会尽量去找师资，然后来把这个课程开办完成。所以我们是符合在地居民需求的。首先呢，我们要来一个开场舞，是由谢怡琳老师及徐雅芝老师他带领的塑身媒体肚皮舞。好，我们欢迎先出场的徐雅芝老师。纱巾是舞者肢体的延伸，与其说纱巾是肢体的延伸，不如说纱巾是女性轻柔、灵动和飘逸气质的展现。
们谢林老师指导的书生媒体肚皮舞班的同学带来欢事欢乐鼓舞，请掌声鼓励。鼓舞呢，最大的特色是着重肌肉的分解和组合，十分细致不变化，节奏也非常的清楚利落。几乎每个舞者表演时都会至少使用一首以上的鼓舞。刚刚是我们徐老师的舞秀哈，现在是我们肚皮舞班同学的成果哦。也不输专业的老师哦。谢谢。